lines, no checkout. No, seriously. 亚马逊领先全球，在2016年提出无人商店的概念。欢迎光临，请进。没多久，中国就有业者推出第一间无人商店，像货柜屋一般小巧可爱的空间，却卖了超过800项商品，少了人力的成本，价格比一般商店便宜了5%。有台湾业者看上市场，购买技术引进台湾，抢答无人商店的商机。现在在台北街头也看得到这种无人商店，简单扫一下 QR code 进到店面，选择商品放进扫描盒中，配合手机账户进行结账，买东西只要花12秒。其实在台湾的无人商店它不是第一家。石小姐，欢迎光临 X Store。超商龙头在2018年初就有无人商店，主打人脸辨识感应进门。另一家超商是使用机械手臂泡咖啡，比两大超商晚进台湾，无人店到底该怎么竞争？现阶段来讲，我们认为是我们的图像辨识系统、结账系统，这个是难度是最高的。智慧型商店基本上 IT 占了非常重要的脚步，所以在这比较的策略上面来讲，跟实力上面来讲，应该是 Bingo 都比较强。计程车队子公司抢食 AI 便利店的商机，自豪拥有优秀的技术，不怕和两大超商竞争，悄悄地引爆无人的零售战争。三新闻记者钟方翔台北报道。